假如考试是便利店饮铁路自制奶茶，看谁能做出各家奶茶店的招牌一比，分数最高了，这些全部拿走。啊，才20啊！哎，有了，看我不到20块，实现瑞某系新某科某茶茶某道自由，嘿嘿，买回来了。啊，买这么多啊！我一瓶就够了。哎，你要气泡啊？啊，不是，老师，看我的水溶C神奇喝吧。5块水溶C喝掉2.7块，兑水变为E，再喝一半灌苏打，元气森林就来了。反反复复兑凉水，最后农夫山泉有点甜。好甜啊！这是在做奶茶吗？我这个，看我的。老师们，你们还知道哪些最简单又好喝的便利店饮品？别忘了告诉我吧。